现在目前需要安置动迁的这些受灾户，从前天的1365户到昨天的1471户，目前都还在增加当中。我们现在迫切的希望，如同921大地震的这次1403大地震，我们希望所有全国的各界以及中央政府，能够比照921大地震的时候，能够有6000多桶的组合物，能够让所有的灾民能够好好的来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这些民众，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。家中的礼品散落不地的问题，是不是也一并在这里说明一下？有没有其他问题？那个警察局负责现场秩序。所谓的礼品山，是我个人，不管是我出国也好，家人来买也好，大家都看到有茅台酒，花莲没有卖茅台酒。茅台酒是我在香港机场或者进出大陆，在免税机场买。这十多年来所买的这些酒，至于所谓的什么 TWG 所谣的谣言网军侧翼讲的所谓的贵妇茶，大家上网看一下就知道，700多块到1000多块一盒，我不晓得这什么叫贵妇茶，这都很平常的家用的这些饮料。